还是刚才这道题，我再来补充一点，就是我有时候会说的不太对哈，然后所以说一定要是专业的老师去做这些事儿，我只是抛砖引玉一下，就一定要有专业的老师去做这件事儿，做的比较严谨，但是老师不做，就我给大家先简单说一下，就刚才说这个其实。我想了想，其实是可以实现的。就理想的轻绳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我们上边，比如说我们上边拿一个弹簧测力器去拽着这个绳，然后我们弹簧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力是也是可以变化的。所以说其实这种情况能实现，这种情况也能实现。就是我们拿一个车，然后拿一个绳拴到这车本身是静止的，然后拿个绳拴到车上，然后我们上边拿个弹簧测力器拎它，就理想情况也是能够实现的。所以说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，都是会有的。